天今天的十周年，特别在去年筹备一整年，妈祖不只是信仰而已，它更是文化，它更是艺术。最后呢，那当然就是要传承，传承就要靠教育。我们的妈祖啊，这边愿意啊，承诺未来不管是十年、二十年，甚至百年，为了妈祖做最好的传承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欢迎严董事长，好欢迎哦！叫我来收尾，把师生的，打来妈祖福庇佑吉啊，身体健康，多谢，谢谢。